酥脆海苔铺上带有麻油香的白饭，再叠上层层配料，在阿姨的巧手下，料多味美的韩式海苔饭卷就完成了。除了经典的饭卷，一旁还有超人气的杂菜冬粉、海鲜煎饼及韩式炸鸡。道地的韩国美食小吃现在无法出国，在百货里就吃得到。我们这一次的韩国展呢，为期17天，从9月25号到10月11号。那我们这次集结了46支品牌，那现场有很多丰富现场实演的一个商品，包括很多我们的韩粉们许愿的杂菜冬粉啊，还有饭卷啊，这次在口味上跟选择上都加了一些丰富性。那当然还有一些水协提供的一些方便料理的一些料理包，也在现场提供给大家可以做一个选择。那当然还有一些大家追剧必备的，包括了蒸鹿酒，还有玛格丽特酒，还有一些零食小物，全部都帮大家备齐了。在活动期间的每个周末，百货业者也准备韩风满满的活动与民同乐。除了有精彩的舞蹈表演，还有适合亲子同乐的手作 DIY 可以报名。我们呢特别在假日呢举办了一些 DIY 的活动，包括这个礼拜六我们会有一个 Kimchi， 就是我们的泡菜 DIY， 我们请来了我们韩英公司最厉害的金总现场帮各位做一个教学。那还有礼拜天我们有韩虎校的一个饭卷的一个 DIY， 跟小朋友一起同乐。为期17天的展期，目前单笔满1500元就赠送2包果冻饮，后面还有泡菜及果香香皂接力登场。上半年因为疫情闷坏的民众，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好好把握，一次够足。凯播新竹简淑琪采访报道。